大家好，我是月食网编辑总监学良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Daniel Wellington。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台北市忠孝东路181巷，这里呢是 Daniel Wellington 在台湾的第一家旗舰店。那今天开幕，所以趁这个机会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。那这个品牌其实串起来非常快啊，它诞生不过也就差不多5年而已呢，可是呢这个赢得非常多，尤其是年轻族群的爱好者的喜好。那它最大的几个卖点，第一个就是说呢，它造型非常的简约，有点像这个所谓的德国这种包豪斯现代这种风格的感觉。它现整个面盘上面你可以看到，只有什么呢，只有这个棒状的指标跟刻度，那另外它的 Daniel Wellington 的 logo 坐在12点钟的位置，那甚至另外就是它的指针的部分也都做得非常的纤细。那提供一个非常容易阅读而且呢非常简洁利落的这个现代都会感。那它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呢，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表带上面的玩法。那譬如说 NATO 带算是它其实早期这种所谓的腕表之中呢，通常很少会有这种搭配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主要是来自于所谓的 NATO 北约的军事用途。但是呢 Daniel Wellington 把它呢变成一种时尚潮流的一个创新的语汇。所以这几年其实你可以发现，不只是 Daniel Wellington 或者是像一些比较入门的潮流表，甚至很多高级表也都开始采用了这种这个所谓的 NATO 表尼龙表带，就是因为 它的这种时尚的风格，那佩戴的舒适性。那另外如果你要换表带的话，其实它也蛮容易这个更换。那Daniel Wellington 他旗下有几个系列，譬如说像这个系列是他最经典叫 Classic 系列。那他的表径呢，他有从28毫米到32毫米、34毫米、36、38一直到40，总共6种尺寸。那其中比较小尺寸的呢，像是这个，这是他的所谓的 Petite，法文的 petite 是小的意思，那它就是28毫米的小尺寸。另外还有譬如说32毫米的也是叫做 classic petite。 那今年呢它有出了很多的表带，那其中包含像这个是米兰带。那米兰带，所谓的米兰带，它是由一节一节的非常的细的这个不锈钢表带所串接而成的。但是这一款呢，它是玫瑰金，然后再搭配了这个黑色的尼龙，这个黑色的这个米兰带的设计，所以又提供一种蛮高贵典雅又有点神秘的风格。这是 Petite 的系列。那另外除了 Classic 之外呢，还有一个系列是叫做这个 Dapper 系列。Dapper 系列呢，它一样的延续了 Daniel Wellington 非常简约的风格，但是呢它却搭配了这个蓝钢针，然后罗马数字的石标，所以整体的风格上呢又更加的这个古典一点。那它搭配的也有这个皮表带的风格等等。那最大的差异其实你可以看到跟这个所谓的 Classic 的差异，最大的最醒目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在它的这个针， Dapper 系列都是用蓝钢针。那另外一个差异就是说它采用了这个罗马数字石标的部分。好，那 Dapper 呢它也有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尺寸，像右边这个是38毫米的部分，那它也有这个不锈钢，那另外像它有不锈钢黑面，或者是像这个是玫瑰金白面的部分，好，更加的古典纤细。那它定价都是在一个相当合理的范围，以台币来讲它就是差不多落在4000多，一直到最顶级的大概是8000多。这也是 Daniel Wellington DW 大受欢迎的原因，因为对很多年轻人来讲，你可能要买一个这个几十万的劳力士很困难，可是要买一个4000-5000块甚至8000块的这个入门的平价表，其实一般你只要稍微这个省吃俭用一两顿，其实这个蛮容易入手，这也是他大受欢迎的主要的原因。好，这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Daniel Wellington DW 推荐给大家。